今天晚上我们来到阿里山半山腰的查拉米屋，走进这个小庭院，旁边是市场的公司。可以听得到我们家阿斯的声音了。Hello， 哇，你看很可爱的楼中楼哦。楼上，我们来去楼上看看。好。哇，今天晚上你要跟爸比睡这边吗？嗯。好棒哦。哇，楼下还有一只小熊。那是拉拉熊。他是熊大吧？是，他是拉拉熊。你觉得晚上会冷？还好我有带。他是拉拉熊，拉拉熊。